我是 XBA Life 天使小爱。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XBA 360 Connect 的记者发表会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里面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接着看呢就是跟着 Connect 一起推出的游戏款式。那这一次呢有14款游戏，那其中呢有6款游戏呢它是全中文化的，像是可爱动物啊，或者是说运动大会，那这些游戏呢就会跟着就是这次可能一起上市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这边主题的部分。那如果说你已经有 Xbox 360的话呢，你可以单买这个可能的主机。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主机的话，你可以就是买这个，它是有附加可能的一起的。现在看到啊，就是 Connect 的试玩机。那在11月12号之后呢，微软呢会在各通路呢提供这一种就是 Connect 的展示机。那玩家呢可以直接到现场呢，就是试玩看看 Connect 的游戏。那现在呢就由小爱来示范给大家看看 Connect 的游戏吧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呢，就是 Xbox 360 Connect 的一款游戏，那它叫做行可术。那行可术呢，它就可以帮助玩家啊瘦身，帮助你消这个小蛮腰啊，或者是这种蝴蝶袖。那其实呢，现在还蛮多年轻人呢都会上健身房。其实买 Connect 这款游戏啊，那你就可以在家练瘦身了，就不需要花钱上健身房了。看看。咬吗？游戏的内容呢，它主要挑战就是上面有时间的指示，那你要用手呢去指一下，就是它上面的那个时间。那像现在是2:45，这样就指对了。那1:50呢？50就这样。那5:55，那其实它是有计算时间的，所以你可能动作就要快一点。1:40。4:45，12:40，那个是3:50，2:45。其实只要照着手，照着它上面的那个时间，然后用这两手呢去平衡一下，然后选出它的时间就可以了。OK， 那看完小爱的示范以后呢，大家有没有很想赶快去买一台，可能一起回家玩呢？那这一次呢，在11月19号呢，北中南都有 Connect 的体验发表会。那19号呢，小爱会在信义的新天地 A9A11香堤大道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找小爱玩哦。那这一次呢， Connect 的首卖日是20号，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赶快去买哦。拜拜。